最美不过瞬间，两个人心照不宣，信任占据心田，思念随心而变，猜测你的小情节，这种感觉陪你浪漫岁月，承诺并非来得普遍，爱的讯号在画面里对着同一颗流星许愿。所以你提的那些条件，做的那些荒唐事，就是为了耍我玩，看我出糗，对吗？我要和你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用我的命换取瑞秋的命。你当我萧慕灵是三岁小孩吗？你和王瑞秋的欺君大罪已经坐实，你们俩的命都死死捏在我手里，你拿什么和我做交易？如果再加上你的命。好，这是我近十年来收集到你谋害忠良、构陷大臣的铁证，你若是不信，自己看看。你有这些证据，为什么不用来保住你自己？这世上有些事实是改变不了的，比如瑞秋的真实身份，这些证据足以让我扳倒你来自保，可这并不能保证皇上能法外开恩赦免瑞秋。我不愿冒这个险，所以我要用这一箱子的铁证来换取瑞秋的命。看来萧慕林知道你在耍他了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没有好日子过了呀？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日子苦一点没什么的，死都不怕，还怕这个呀？你不用死了。你说的是我们都不用死了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走吧。我不走。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连死都不怕，我怕什么呢？怕你要走，你却要我留下。你自己把所有的罪都扛了，是不是？我不需要。我告诉你，我王瑞秋不需要。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？我们要走，一起走。
说什么还会是难，说什么再爱三天抵不过命运的纠缠，多少年恩恩怨怨，终于在今天走向终点。如果时间能够跟我回家，是否你会选择不同答案？他骗我，只是如今何必再说没有一点语言。跟娘回家。有没有一个画面值得人再去留恋，别去想茶碎的容颜，越留恋越陌生，不得不避免。那什么兑现往日诺言，那什么去面对明天，越走越远，在转角消失不见。孩子，不要再想了。这萧崇两家原本是世交，可自从崇老爷秉公执法，判了萧慕林父亲贪赃枉法的案子，又因此获封异姓王，仇恨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，解不开的。后来，萧老爷子含恨而终，崇老王爷不久也离开了人世，萧崇两家的世仇就此转移到了萧慕林和六儿的身上。可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特别是你进了崇家以后，六儿就越发厌倦活在仇恨之下。现在的结局对他来说，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孩子，你若有心，就陪着六儿安安稳稳地走完这最后一程吧。我再体验一次。不行。六六六六，快看我的新成果。是不是有很大的进步？很不错。你这绣的是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我这不是鸭子。哎呀，看我这眼神，那这一定是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这也不是鹅。那就是。你别告诉我这两只肥嘟嘟的鸟是鸳鸯。六六，来来来来，干嘛？你近点嘛。
近点吗？我掐死你啊。可以啊，手艺有长。有如此美食，我也能安安稳稳做个饱死鬼了。我是……你到了那边可不能这么乱说话了，小心阎王爷罚你下辈子投个猪胎。然后你就只能当一只小猪，你就只能每天在这儿哼啊哼啊哼啊。王爷，该上路了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越来越看不懂你。我们共同拥有的，难道只剩距离？不怕再多风和雨，也不怕电闪雷鸣。错了，只是如果你要离去，却让我无。记忆还让我欺骗自己，如果今天的你已经忘记了珍惜这份感情，还不如早放弃。我竭尽全力寻找昨日回忆，却发现如梦似幻销声匿迹。爱情像块玻璃，随时会落地。等着你粉碎的消息。